你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执意去调查王茂，没有去认识高家的人，会不会这一切都不会发生？抱歉，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。寻找真相，惩奸除恶，是支撑我一路走下去的力量。可是这次我真的错了吗？我本来想着最后看一眼高夫人便就此离开的，没想到你也在这里，既如此也便向你辞行吧。